岛总务主管汇报，由赤大校长张宗良主持。他致辞的时候说明了今年主管汇报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大学及独立学院学生奖惩办法的草案。与会人士纷纷提出了建议，建议教育部修订清寒奖学金办法，建议把导师钟点费科目改为导师活动费，以及建议教育部报行政院筹拨各校行政经费等提案。